什么让我遇见你？猕猴花拄着你，我的生命变甲这呢碎，若不是因为有你，我敢会这呢有勇气？我爱。林宝姐，死囝活富贵，这个世界上无人比你搁较有福分。今仔也是你第三所在，你若不讲，我就让你去叫我后生陪葬。妹，我无咧猜，阿本啊，什么痛，我待在遐，我死万不愿去。人家嘛感觉，你别讲咯，莫抓错我是咧吓你哦。林正是，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你不人，但是你会惊。你个干嘛做你本来的糟糕？你安尼是安那对女友交代？我做你电击主教，我最后个问你一解。新来呀，到底什么所在？不知影，就算我若知影，我无可能跟你讲。你，姐。无要紧，我才看你的手外底，我承担你的大腿肚一刀，后来就是你的脚，我一刀我一刀啊陪你算。算到你无回头路为止。志贤，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。那个可恶的金来呀，竟然搞点黑，过了一天钱，我辛苦个遐尔无力。哎，那几根炮竹，安全看卖。对了，中央哨所是安来，我要甲门来留下。乖乖。你谁公司？今仔日就要出头，你就对伊怎样做？这是民风是民警的查某，快点。警察，警察宝宝。行啦。你等我平安走。啊，你来呀，快点。你要去吗？快些，我得上锅，慢点来。你，好听啦，我只敢讲不听啊。进来呀，你竟然敢在日本人做伙，我不会干。不要，你误会啊，我甲伊是。今做伙有甲安怎？我甲伊是山下面卡，强生强死，已经发敌为友啊，敢袂用？你莫听我白讲啊！我甲伊无算什么朋友啦。顶届伫个山坎无看我上身，你阁真正甲林玉生出一模一样个。好啦，莫有白来。进来呀！你敢知影？囡仔已经伫个钓野手头啊！感谢先。你不是讲你要去救囡仔？结果嘞，囡仔去予钓野抓起时阵，你人伫倒？就是跟这个日本人做伙吗？你不是啦，你根本想要囡仔赶紧死的。你无资格骂伊，是你一心一意想要报仇，
这叫陷害，这个囡仔娶到手，若要论真讲起，你才是真正凶手。是啦呀，我王君玉，跟你死不了你。你敢真正确实你是千手观音？你讲话啊！你若无我，我是囡仔真正伫个重要手头啊！那你多多。大人，囡仔都已经死啊！我拜托你把尸体还我啦，让我把囡仔好好安葬。不行的。我要利用这个尸体引钱来呀！囡仔搁活的时阵，你要用伊来做钓鱼，这我当理解啦。伊不过即摆已经死啊，是安怎利用啊？安怎利用？爸呀，我会想到较袂个。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已经下令封锁恁囝死的消息。你若是讲出去，我得军法处置，出去！是。把那个囡仔带回来，我实在是一个无路用的老爸，不但无才调好好保护咱的囡仔，佫害伊，害伊叫政治拍到规个面水鼓鼓，看袂出原来的模样。囡仔就伫阴间对你，有你照顾，一定过了一天好。老郭，我伫阴间还阁有一寡计划要完成。你的目睭比我金睛足宽。我那替您服侍了。恁两个都踮阮母子面头前跪咧忏悔，一直甲恁替因赔命为止。真痛苦吼！哦，看袂出你爱臭乞食，骨头阁真硬嘛！厉害厉害，确实使人钦佩。只是天未后摆。到尾行李，哎呦，我足惊的哦！吼，连话都强要讲袂出来啊，搁有材料把我强拍到。我甲你讲啦，钱来呀，若是一天无出现，你都要加一天伫遮替伊受罪。佳音。Thank you.
人一个。对，即摆开始，你上好是求神拜佛，拜托你客伯钱来也赶紧出去，要那无，两天后，这就是你的最后一顿。